ICP Book 2第九課 MC 的第十三題，如果現在有一個人就站在個旋轉筒裏面，個旋轉筒的半徑是 3.5 米，而這個人的角速度就是 2.8 個 radian per second， 即是每秒鐘的角速度是這麼多。咁如果而家請問你佢個向心加速度係幾多？嗱，各位同學，向心加速度可以用呢度是但一條公式去計噶嘛，係咪啊？而似乎而家嚟講，佢係提供咗呢、這個角速度係 2.8， 見唔見到？半徑係 R， 所以呢一個嘅計法係 2.8 嘅二次乘 3.5， O 唔 OK？好了 ,OK 了之後，這一題的答案應該就是 27.4 ms 負2，它加速度的單位就是 ms 負2。